这个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，尤其想象这个场景一点不符合现实。干什么事儿啊？我在家扫地。怎么样了？那么一句话，你的大脑在干什么了？在受训。那你上网的那几个月，你从来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挺苦的。当有了键盘声，一声声传入妈妈的耳朵的时候，妈妈的心里是怎么样的？就觉得自己没有